先生你好，请问是找仲秘书的吗？仲秘书在楼上等您，请。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哦，前面就是。
你吓我一跳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哪儿也没去。你哪儿都没去，为什么穿成这样？能不能别再干这种傻事了？难道你让我姐姐不明不白的死了吗？还有刘笑容，还有很多无辜的人。难道你觉得胡玉成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？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和他对抗的资本，反而现在是最安全的时期。正因为是安全的时候，才要赶快想办法。我相信任何人都是有弱点的，凭我们的力量一定会想出办法对付他。凭我们的力量完全就是以卵击石，你面对这个事实吧。如果你想复仇，也必须是从长计议。李盟主，你现在只有保证你的安全，因为只有你安全了，一切才有可能。有个光明的地方，是中国的希望。你知道延安吗？听说过。那是我们这种人可以生存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，可以在那里寻找光明。醒了，我想好了，就照你说的做。我们离开上海，去那个你说的光明的地方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啊，一会儿我去买点菜，今天我给你做顿饭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回来了，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随便买了点儿。李梦珠，
我都懒得杀你和罗桑年了，你还跟踪我，还带一支枪。你跟踪我，我不明白你跟踪我干什么。要杀我吗？我从不杀无辜者。他们在茶馆伏击了你，这就是世道。我现在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，所以我就变得很危险了。对于想杀你的人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办。起来，走吧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在我这个地方出现的话，你就不是一个无辜者了。走吧。难道他们想杀你，你还无动于衷吗？你废话怎么能那么多呢？赶快走吧。我是来替我姐姐报仇的，她死得很冤枉，你能帮我吗？干我们这行是按照价格来杀人的，你只要有钱，你想杀谁我都帮你杀。你有钱吗？你想杀的人是胡一成，对不对？那是个大价钱，你出不起的。没有钱就赶快走吧。我能不能欠着？我可以立字据，一辈子赚钱还你。或者，只要你杀了胡玉成，我可以一辈子跟着你。一辈子挣钱还我，一辈子跟着我，你这是在出卖你自己，值得吗？为了我姐姐，值得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，随时都会死的。我能不能活过今晚，这还是个问题，所以我要的是现金。而且在女人面前，任何女人面前，我们干这行的都不能有感情，因为有感情是最危险的事情。虽然你是长得很漂亮，你赶快滚吧，滚啊！拿着你的枪。再过两天，也就是这个月的28日，就是我46岁的生日。我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，我想请你在我们第一次吃饭的那个饭店和我一起过生日。
部长，周围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并从上海站调了20多个人来保护您的安全。部长，今天有很多人要给你过生日，这是名单，还有礼物的清单。对了，委员长也发来了贺电。我只想一个人过。部长，卑职理解您的心情。我知道您为什么选择这个饭店过生日，是因为您和李梦珠在这里吃过饭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他们搞错酒了，还不赶紧换去。发现两件服务员的衣服，没找到人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在白白的送死啊！我不怕，只要能给我姐姐报仇，死我也愿意。你冷静点，你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我再说一遍，复仇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。那你能干吗？你不是一直发誓要把凶手送上法庭吗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没了，你还是个侦探吗？
桑天，我非常高兴认识你。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天，是我这辈子永远难忘的日子。我们的友情是在苦难中凝结成的，愿我们的友情永恒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个最好的朋友。不要找我，梦珠，记日。你等着，接副官处。李梦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找胡部长。部长不在上海。我要见他。李梦珠，你从部长身边跑掉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我会当面跟胡部长解释的。让他进去。等等，我要搜一下身，最近形势比较紧，不得不防了。因为我知道你是来复仇的，复仇是你的本性，所以我不怪罪你。当初我见到你长得跟李梦露一模一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。我爱过女人，我爱过李梦露。什么叫怜香惜玉？所有的胜利者都怜香惜玉。世界上所有的胜利者，攻城拔寨，金戈铁马，摧毁了战败者的国家，唯一留下的是战败者的女人。胜利者夺取战败者的女人，所以我可以容纳你。我也要像那些胜利者一样夺取战败者的女人。现在让我来享受胜利。
现在必须向我承认错误。你说，你永远再不背叛我了。说，快说，我等着你说话呢。说，说呀！难道你还让我失望吗？你再让我失望，我永远不原谅你。说，对不起，部长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再也不敢背叛你了。从你这样美丽女人的嘴里说出去的话，让所有的男人都会心软呢。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快上楼洗个澡。昨天呢，是我46岁的生日，是我一个人度过的。我满脑子都是李梦珠，我一直期盼着你能回到我的身边，跟我一起度过一个幸福的生日。可是你没有来，今天你来了，我感觉到男人的力量。现在我要补过我的生日。而我生日最美丽、最珍贵的礼物，就是你。现在，我要享受胜利者的爱。你比李梦露更美啊，真是春寒赐浴花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啊。只有当年的唐明皇有这样的福气，现在就是我了。
要想，想着我爱你，想着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即将交融在一起，从此爱情产生了。真的比你姐姐还美，只要你听话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你想当胜利者吗？你就这样成为你对我的背叛？你不想活了？我掐死你！人之死吧，你付出啊！把他给我关进监狱！Yeah.